么黑暗的角落，怎么那么多毛？大家好，我是雨可，今天要来拍久违的长照系列。长照系列顾名思义就是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。那最近新闻上有一个人很需要被照顾，这个人就是从我鼻孔出来的。没有错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照顾碰哥一天。碰哥最近很辛苦吧？最近躲在不是。南北都有活动，这样来来去的，有时候必须搭到客运，不可思议吧？前几天有去演上嘛，好玩吗？哦，我阿娘喂，这要不要？太好笑了。最近很辛苦吧？就也来我这边，也去演上这边，反正今天就开心玩，我就来照顾你一天。一天？你想要三天也可以。那这就是本次的计划，开始。到了南市理发厅，因为我们要整理一下仪容，不是那个仪容，不是那个仪容，碰哥你太敏感，那天才经过告别式啊。整理一下才会清气爽嘛，顺便修个鼻毛。修鼻毛？对啊，修鼻毛呀。哎呦喂，你那修鼻毛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防小人，小人会从你鼻毛爬上来。哦，碰哥，难怪你鼻子比较大。哎，要躺下来了，你要干嘛？不是要修鼻毛吗？我要看你的鼻孔。哎呦 ，ASM 啊，碰哥知道吗？最近很流行这种。都不讲话，大嘴犬舒雅。你说什么？碰哥还好吗？因为他现在讲话会吃到皮毛。哦。碰哥，这个我帮你留下来。一般都剪头发是做法，你剪鼻毛。碰哥，你的鼻毛很珍贵，我要给我爸爸了。嗯，你非要卑鄙的手段？不会啦。鼻毛好。我要修胡子啊，今天让你容光焕发。容光焕发，不会不标准。我先敷一下。很烫，很烫。烫才好拔、啊。不要紧张，没有啊，暗算你。峰哥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？刚洗完头，头发是湿的，哦，那个会让人受不了。儿子也大了，有没有想要什么样的媳妇啊？他虽然是人不帅，但眼光还不错，应该挺难过的，或者是老的就简单，要学那种菜头的潇洒。对，嗯，好朋友，昨天还来找我。哎，讲话要小心哦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大笔小心，动的话有舒服不？容易困，哎，蛮干净的。帅呢？帅，去看眼科。然后，电视上还帅。电视坏掉了，你也想要试试看吗？我其实也有一些胡子哎。女生不能刮胡子。听说有胡子的女生最漂亮哎。没有。啊，碰哥还是我打头发湿湿的，你会不会怎么样啊？碰哥不会怎么样。谁？谁头发湿的？碰哥偶啊。看一下你的汗毛，毛竖起。哎呦，你怎么毙了？姐姐，上面这个屑屑是什么啊？有点白白的，汗毛，然后会带这个皮肤的那个。啊，碰格皮肤哦，不是皮肤啦，我可以回去再制造一个碰格出来。水土转身，结婚那么久，有什么维持婚姻的秘诀啊？天天吵架，天天看不起你。你看我不顺眼，我也看你不顺眼。你们年轻人都还没结婚呢？还没啊。恭喜大家，最好不要。那生小孩好吗？生小孩又不是我的事。不是，我是说养小孩的过程开不开心啊？比养小鬼麻烦。比养小鬼，胖哥该不会养过小鬼吧？没有。养小鬼还好，不要是养小三就好啊。小三？啊。装死装下线，天天吵架，天天看不起你。你看我不顺眼，我也看你不顺眼。邪恶的话，可以啊。为什么生小孩不是你的事？那没有你能生吗？啊，你就我只是提供原料而已啊，真是。这样下去就很舒服。痛的。家属都看过了哈。有啦，有干干净净的啦。嗯，容光小姐，容光。我多台湾国语啊。比容光。容光。这些都是你的呆毛哎。哇。哎，不够做一支毛笔，超小楷，你别考出去考回家吧。不。真难倒啦，未使去甲你嫌啊。嘿啊。等下那个欠不着钱啊。
别进来欠钱，到时候会跟我的骨灰混在一起，反正应该也分不出来。超级业总会，超级业总会，谁帮我拍啊？杨金来这会，入广入朵会，完全是刘德华等级了。碰哥，我们今天为了你特地租了一台保姆车，母胎子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哎、啊，我是哪一下干你啊？杂菜杂两三片哦，当主持人哦，多少要会一点有的无的。哎，天生金工当不下茶，冬天人家黄金金不茶，没有人听得懂。啊，乱讲思密达。养狗了没？养了两只狗，一只两米大，两只四米大。养狗了没？养狗了没？养两只狗不？养两只狗不？一只两米大，一只两米大，两只四米大，两只四米大。不是韩文的，哎对哦，他在教你日文。连不连连去，忙不来拍戏。我学的日文是哪里呀？上帝是呢？说的是吗？哦，难没带哟。我们也受他当时的录影带现在影响蛮大，疫情关系，日本省是一个国宝，所以我很怕人家叫我国宝。不会啦，你还有很久啊，我感觉出来。摄影师你会累啊？还好。哎，现在命好很多，摄影机机小小的。我们碰得到体恤我，结果是说我命很好。对啊，一直问正经的，还要聊一些不正经的。车上有没有什么回忆？应该不是这个位置吧？应该是在侧座吧。我看电影是都在后面演啊，空间比较大。看什么车啦？对，看什么车？你怎么讨论起这个呢？因为刚刚就是聊太正经了。我是觉得修理车比较舒服。你最新的歌是哪一首？这首，真的很好听。我们到了霞海城隍庙，因为财神非常有名，然后我们来拜一下。好啊。这样一组是多少？三百五。啊。碰个今天情人节呢？夕阳情人节。对啊。我没有过节。哦。那个女孩子啊，什么都要过了。七夕也要过，对的，然后日本的什么白色情人节要过，每个月十四号都要过，一生一世，真的每个月十四号都是情人节。碰着我们还有准备这个花篮呢，来，我跟你讲，美如一炷香，插香一定要用左手。这是求姻缘红线，你们哪一种？一个桂楼。哪里？朋友。多谢。财神拜拜姐姐，爷拜到楼上。好了。接下来来看刚刚的财神有没有马上立即见效。我来刮刮乐，想刮什么都可以。我没刮过。你没刮过刮刮乐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财运没有那么好。偏财运，随便抽一张。碰哥也迫不及待。其实我是第一次刮2000的，碰哥你已经有400了，哎，是吗？你再差1600，这张就回本了。说不定碰哥，我们大家就开 BMW 走了。有车子？对对，最大奖是一台车。假的。碰哥，你又中一张200哎。有，一二三四五六，6 6 2 8，哎，1200，这一区有1200，碰哥你再差200就回本了。有机会就回本了。你今年绝对可以把钱玩完了。其实这个游戏很无聊，如果你刷出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去 B 了。是的，一脸被骗的感觉。经纪人刚刚玩200中400。哎呦，碰哥，我们去看这张多少？中2000，回本。碰哥，再换一张啦。好好好。电影都拍5部了，刮刮乐怎么只刮一张？对呀。我们再努力3张，可以的。这个没有。嗯。这张好像没有，怎么办？财神爷订单可能还在路上。这张好像是1000哎，我们见好就收。碰哥，我们刚刚去 B 啊，发现我们赚100哎。哦，就是好彩头啊。对啊，就是好彩头，今年就会旺了。哇，太好太好。嗯。碰哥不饿吗？不。我8点钟每2小时就要进食一次。那么瘦，台语叫做你白白无两汤匙啊吧？听有无？听有。啊。听有。你听我讲听有。对啊。你很瘦了，你有两汤匙的肉。接下来到了练习场，最近可能需要学一些防身术，不小心偷袭你了，我们可以啪啪啪啪。以前拍电影不用替身的。今天教的东西都是很快就上手，而且很简单。状况是遇到债主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。或者是在热身吗？他在学生体检。哦，他在学生。
开始今天的课程最基本的站姿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先退一步，把我的身体的重量很平均的落在两只脚的脚底板上。那接下来我们做第二步，有事好好说，两只手拿起来，手肘啊护着我的胸口微开，手掌朝自己，绝大多数可能遇到冲突都会从脸上来，所以我们的两只手保护我们的胸口到我们的额头，下巴夹起来，下巴是我们最重要的攻击位置。接下来我要教你们最简单的几个手法。那我们现在来先做枕头的动作，手指头朝自己摸头发，就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拿手放下，现在想要扇碰个嘴巴，或是说我要去拉他的脖子，有没有？就是上去了。手肘一定要夹紧，贴住哦。跳了之后啊，稍微有点失力哦。跟着我。对，贴好你的手，开始喽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没有这么可怕啦。我是我贱命啊，这是小冲击。我请凤哥再做一次，你看一下，有没有这个动作下去？老师刚刚是同个力道吗？同个力道啊。他怎么飞出去？而且我还故意收哎。我的右手现在举不起来。我再做小力一点。要再次。老师，我觉得要同等力。挺住。大概是这种感觉，把我的全身的结构变成，那既然有枕头，我就说有什么枕头 plus 版，碰的可能不需要，你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比较身体薄弱，一样的动作，另外一只手用你的掌心去抵住，碰的就像拍电影一样。对，这个动作很明显哦，有没有？撑住哦，你就是手去抵这边。好，有没有比较能够适应冲击？可以。我们现学现卖哦。很好，来，试试看哦，准备哦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来哦。很好，对，枕头，对。你看越说越自然嘛，不行吗？好，等一下我要教你们反击哦，我们不可能站着挨打，就握拳哦。本来掌心朝自己，翻下去握拳，然后拉回来，对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好，来，这样拳有个好处哦。现在想象哦，碰哥想要攻击我，但是我刚好恰巧也想要打碰哥，有没有？手会刚好卡住。哎，对，有没有？我的手就被划开了。枕头，好，这手控的位置手啪，对，这就是石头的用法，简单哈。那我们现在挥了之后，我们先来教步。刚刚是石头，是这边整个敲嘛，现在变掌跟压，距离会比较长，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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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手，对，有没有？力量还是有，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，就这么快。左手一，右手二，右两手三，哦。好，来你试试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出个剪刀，剪刀比较难。我把我的手掌先往前压，手肘不要动，弹出去，滑下来，出去，回来，滑下来，出去，回来。我靠你这么近，手肘直接往我这边打。哦，可以打到你下巴。直接整个压上去，其实很痛。啊，真的吗？对不起。这么短哦，已经到这种已经可以轻的对了。凤哥没在客气了。对，换手。这种动作，这种动作直接往你的肚子这边整个压下去。哦。对，这种感觉。哦。我这一关真的没办法剪片。三个轴出现了，好，从下往上的，扣住龙骨之后，对方很难挣脱。这时候想要出拳打你，比如凤哥想要出拳打我。哦。扣起来之后。真的下去，真的下去了。不然的话，我就请顾客来试试看。什么意思？扣住，三。哇，你是真的很厉害。真的。哎，换你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真的有哎。顾客好开心。一个抱一个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奇怪的画面？都很稳，这是泰国拳的绝招，一抠你就动不了了，就是被我玩了。哦，像比如说凤哥现在打算你想要弹那只脚，我会把那只脚弹起来。哎，你弹那只脚要修。我换凤哥看看。真的，都可以用。为什么？等一下。认真。很认真。可以吗？这个就是。被我勒得很痛，然后很压力，什么意思？那真的动不了。那这个就是因为你把人家的龙骨整个控制住，一只手把你扣住，一边笑嘻嘻的，你就算练过，你都没办法反应。碰哥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扣住有没有？往坐下剁，有破坏那一瞬间，手肘直接扫进来，对，就进去了。哦，碰哥很强哎。好，你也可以试试看。碰哥要学会的是，我如何不要被人家扣住。你手从这边伸出来，你先扣住我。啊！我现在想要把扣子拉到我的怀里哦。那好浪漫哦！手肘这样子卡住，不要让我进去。这好浪漫。进不去啊！
痛的这边手都不要动哦，你都不要用力。嗯。好玩哦。好好玩。我现在来模拟一个情境，比如说我真的跟他吵架，我有点不爽，我要靠他脖子，要把他带走。你给我走！你看，这个时候胖哥的手啊，靠住肚脐往胖哥那边转，走。哦。是158的护。好，来，撑，锁住我的脖子。嗯。一二三，走。哦。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我如果早学会这一招，那天两个人架不住。这是真的事情啊。先门面搞，我刚一学会防身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模拟一个情况，我现在有点咄咄逼人。好，比如说碰个拍水，我就是今天要投降。啊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？他推你，你就退一步；他推你，你就退一步。但是我的身体不要往后仰。好在的啦，他只敢推了。哎，对啊，他现在没运气了。完了，完了，你几时要停？我会啦，哎呦，你到底当时在停啊？啊，我好啊啦，你。就是这个动作啊，会不会有人找我去拍武术电影？教一个比较粗鲁的画面，粗鲁这种的，嗯，好，刚刚有教过，第一个打击法剁，然后手都挑起来，挑起来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买来了，哎呦，好，那现在我们来教第二个，只要有人碰你哦，你不要让他放开，把我的手压到你的身体，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低头说拍谁，你就会发现哭的人是我。拍谁？对，进来可以。这个东西吗？啊！今天可以，今天啊，抓你的这个哈，一路压到底，来走。哦，不要，这个是不小心的。我刚刚去把，我往下的时候我自己打到自己，还好我舌头没在外面，不然我现在已经死了。好，压下去，我头往哪边打？哦，然后你夹在我呢。老师很认真的演，然后你还跌倒。我也很认真的，可是真的好累哦。胖哥可以学到现在走这么厉害，我有武术天分。就是这样下去，你无力。抓头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只要被抓，第一原则你千万不要把他手给扯开，压下去。哦，哎，对，有没有？哦，真正的回头。对，好，一样，低头，头往这边，像狼鳃一样往胖哥那边，有没有这边的动作啊？你又给我扔卡，规范啊！跟棒球一样，下盘要稳，就一定要马上恢复手背姿势。运动都是一样的概念，怎么不扎稳？大拇指顶住笔的笔头盖，你哪怕拿这种笔都可以啊。要怎么用？很简单，这只手碰到我哪里，你针就打哪里；碰到这边就打这里。哦，我现在想要碰个，我会怕哦。啊，对，我有。啊，对，那你看我想抢笔还不好抢哎，想碰哪里戳哪里，对。那如果我整个抱下去呢？啊，碰我的脸，哦，就戳我的脸，哦，好，可以吗？对。那如果他真的发现我手上拿笔，他想要去提给心，那我要干嘛？赶快逃跑了吗？不就我有笔在藏着，我身上有。拿出来，笑死人，笑死人！跟大家客气，我把我的手放到这边，这个东西就非常简单，所以我就鼓励你们之后随身带一支笔，就自己练一练。你不用，我才会碰到债主。碰很难说，40年后说不定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，那就不好意思，今天上课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碰哥，我们今天结束了一整天的行程了，你的感想是？我要谢谢胡哥。那不管前面祈求发财，那最后这个是最重要。而且我今天很有心得，谢谢。那我们自己额外是准备了一盒钱吗？发财小饼干啦。哎，对，这也是特地有去烙过香炉的，到时候希望碰哥会喜欢。是，各自努力，好赚更多钱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照顾谁，都可以在留言跟我说。拜拜，天使保佑。现在要来做碰哥的礼物，这都是我对碰哥的爱。上面还有我的指纹哦，可以做我的戒尾。老师，我把我的睫毛改进去了。老师，我是很脏的人，请你把它挑起来。老师，我被卫生局检查。又有一个睫毛，怎么办？老师，还是做我的鼻毛。碰哥，我一直在里面找到像鼻毛的东西。碰哥。是老师他黏住了啊，怎么办？重新来。老师，我这次做得很好，很完美，对，好好，快要出事了。谢谢老师。其他其实应该，嘿嘿，财神爷的雏形，鼓掌中间那个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老师，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我真的要被气死。做成要圆形。
觉得怎么样？我的虎掌就跟碰哥的电影一样，一直失败。不要不要！出炉的饼干。哇，阿丽丽！最上面就是要用喜洋洋的红色。我的财神爷！来跟大家介绍护大艺术家的作品，我自己是非常满意。这份礼物就是希望碰个有财神爷的帮助，然后可以赚美金、日币、泰铢。韩元跟澳门的钱赞啦，希望碰哥会喜欢，耶嘿。